一大早就搭着拥挤的电车来到环球影城，官网说是九点开园，但八点半到的时候已经可以入园了。这次是在 Klook 买的门票，进去的时候会检查包包，基本上是不可以带自拍棒、食物跟饮料入的。建议大家可以上网查环球的人数预估来决定是否要买快速通关券。我们的快速通关券是在 USJ 官网购买，好处是可以选择想要游玩的时段。像我们这次马里奥是买在下午时段，一大早去的时候就先抽超级任天堂世界的整理券，这样上午跟下午就都可以进去马里奥，中午就可以去其他人较少的地方觅食，不用挤在人多到爆的马里奥餐厅。进入水管前，当然要先买马里奥手环。买完之后跟 APP 绑定，就可以开始收集金币跟钥匙咯。收集金币，位置低的还好，位置高的就老爸一大早就要重训。你要抱？好。早上人还不多的时候，先来玩耀西冒险。人真是越来越多，连买个爆米花都要排半小时左右。于是中午转战到哈利波特吃午餐，点了两份餐点，味道还 OK。吃完午餐来看《咒术回战》4D 影片，还不错看，可以来体验被风吹、水喷、震动。之后来到草皮上休息，没人要陪我去看 Spider-Man。只好下次再来咯。下午三点再度进入马里奥的世界，这次进去主要是去玩马里奥赛车。这库巴真是夸张，要玩竟然要排110分钟，幸好有买快速通关券，5分钟内搞定。这游戏很好玩，有来的一定要玩，在这边就不爆雷了。要扫，弟弟。你刚才在弹钢琴。滚！这马里奥世界真的很适合国小生来玩，而且一天一定玩不完。最后离开前，不要忘了在入口处的 Studio Gift 退税。帽子那边有，我看一下好不好。接下来就是随意捡。进来环球一开始就花了一笔自装费，不过都还不错看。这我能带吗？行啊。哎，可以耶。这爆米花是食物，不能退税。好，等一下。OK。 那我以为你买了爆米花桶，你在哪？在现在呀。爸爸现在有爆米花桶吗？应该在里面，他应该是前几天有就有来玩的。对，是在玩。还有人买一只鱼嘞。哦。真的假的？放哪里？放在哪里？可能是哪呀？没有在里面吗？我在吃饭的地方。Oh my god！ 那我带你去，你在这边等。好，等会哦。吃饭。我等会你前面在那里。吃饭。找到了吗？他先帮我们收起来。走吧，找到什么？
弟弟的表放在吃饭的地方。好吧。哎，不会不在那里。他会教怎么用。一个纪念品就好了。它有 A、B、C， 看你要哪一个。妹妹，你想要？那我等一下看钱包里有没有零钱。我只要一百，我只有一百。我只剩一Thank you.